Thank you.
自家子弟。然后呢，唱的台词我拢听无，我讲我袂晓唱，我讲哦，无安尼啦，我加唱啊放袂音盘，我来啊安尼收音盘好，啊卖叫我唱，我怎我袂晓唱，啊你讲伊真正来讲啊无好，你唱完我你送伊在先，伊上介意听的歌曲，日本歌你唱好听，我甲讲伊内面讲。哦，你上哪里找我点的日本歌曲，拢就歹唱。咱遮在座老年，甲我感觉较少年的吼，少年辈，咱拢不少年辈。咱要听侬哈哈，恁知影无？对无？啊，可能侬哈哈，恁知影无？这有歹唱无？为侬的吉他啦，对无？啊不，今麦来这首歌的圣经歌。我拼死命落唱，阿妹讲拼死命落唱。我这首歌我平常时讲，我是台湾之光呢。真诶，我讲你听我，你唔得，互我演一个吼，时间少，我演一个，莫甲我卡到。这条歌我伫诶，我今年我袂晓讲我年纪啦，我想听听。啊对啦，啊咱搁加两句咯。哎呦喂，伫个38年前，我伫个日本演唱的时阵，拄啊迄个清水建设，
大家相信大家拢知影清水建设在当年多对吼？甲我讲，因为当时唱条日本歌就是《塔比斯那达森林的洞口》，因为日本人外歌，叫伊听我唱条歌，伊甲我讲，靠者，我甲你搭到一个吼，啊，互你三天的时间唱一条《无法说的一生》。我什么叫无法说的一生？我实在贵个，我不懂。伊讲这条歌真好听，你若唱会起，我给你100万的票。输人唔输阵，输阵。但是我接到了，才知阿娘话我死啊！我转去阮，遐久我才转去阮乌卡山因搭，我日本是替母。我讲哦，较正较正，今日有人要甲我点汤姆好嘛，就去烧海，都捡拾着海哩。哟哈，我真可惜。春田英雄的歌，他的成名曲，啊，我落放给我听，我先讲唱歌甲你讲，啊，你咱莫讲，听无。尾后在伫个阮屋卡上个厝有一个杜世林，杜世林，我听应该恁知影杜世林是啥物款人啦？伫遐行去计时课，伊去弄啊来互关出来，伊在现场清唱给我听，吼，安尼啊话，我开窍了，吼。伊给我三天的时间，我两天我甲干掉当肥料。为着安尼，我搁安怎？我足唔甘愿的。我怎搁甲阮学道长、甲阮基地学道长，甲借伊日本人的迄、那个日本人穿的瑜伽衫迄款，要闹闲卡的。哦哟！啊，因为咱查某人有两样光光嘛。哈哈哈！即个我先生穿那个架子，哦，迄头发咧白布条，迄有无？啊，怎甲困起来？啊，睏起来了后，我昨想讲，咱既然要表演啊，啊，我变落变好，搁叫阮个司仪先生去干啥？去甲借点泰国。哇！安尼，但我也未晓啊啦，对无？啊，莫讲了，为着是舞台上的效果。啊，我是台湾来，对无？我未晓，但我是要表现讲我敬业的精神。安尼，我头一首先甲唱《塔比斯那达森林的洞口》。第三段才闹兴，闹兴了后，阮的 master 上就知影这条无法松变奏，落去我先落去讲讲，啊，阮的罗兰姆才再到楼顶讲，声较袂三一四，较老个人。唱完了后，我轰动一间饭店，一间饭店即卖还阁有开，伫个圣普世，起码牵到卡兹来是米加兹奇好听。咱进前的招呼，招呼迄天龙会搞去啊避暑三遍。圣普世的，你敢自己好听安尼，所以我即摆，但是伊讲我足爽的，我赚百五万。哇！迄个 master 伊足爽的，我想袂到讲，伊甲我斗三工，我两工我就去搁回答无代志，我搁表演一套即款的。啊，因为即个《塔比斯那达森林洞口》这是日本的这龙马歌嘛，大家在座拢知影。啊，无法松这个嘛是半铁佗人，但是因为暗恋这个头家娘，伊是迄个三轮车。三轮车夫，啊，逐天拢会载这个头家娘出门，啊，伊暗恋这个头家娘，但是伊唔敢甲头家娘表现，所以伊拢走去迄个大海，去海边遐去拍鼓，去发泄，所唱出这首歌曲。啊，所以呢，实在讲，我答应恁王董事长这首歌了，我有后悔，我真紧张，因为我这首歌伫台湾正式发表只有咧台视一遍，啊，甲一个文章一遍。加点，啊，今日是第三遍，不加点，我明仔晚卖单。但是，但是讲太大了，万不离，我老 miss， 你们是赶快给我拍广告。哦。谢谢你们哦，我搞了几万块，应该到存钱柜面上存得到。我早就飞掉，我酒那我应该开玩笑，哈哈哈。モーマンツ、シシエ。Oh,
表演